经历病患更加注重健康，就是甲状腺那个 level 就是偏高了，那个外表就会初初以为自己肥了，那 check 到原来是这个问题，那我才明白，哦，原来可能不是肥了，是胀了，那变成看下去好像少少肥肿难分。孙轩为了拍剧去偏远的地方扮演不同时空的人物，演出情绪波动大、日夜颠倒、曾经患霍乱和甲状腺出现问题怎样影响身心。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呢个大虾大子 spaghetti， 同埋呢个不同的海鲜盘，啱食啱食。其实我觉得开心同食嘢咧，对身体都系好紧要。我成日都话咧，做人最紧要开心，唔系你身体就唔健康。呢个系真噶，系真噶。我谂两三个月前啦，就发觉个 level 系高，其实唔系好严重。聽咗出嚟咧，少少 thank you， 少少 above normal 啫。咁個醫生話唔需要食藥，唔使食。咁佢話叫我其實誒嚟緊呢段日子都要去 check 多次。咁佢如果冇乜嘢，即係個 level 正常，咁其實或者 keep 住係咁樣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係啦。咁但係有冇話要點樣預防咧？預防啊，我自己醫生有冇講過？其實你個人其實掹掟都會影響嘅。係。係啦，咁因為我自己啊 flashback 翻，其實舊年因為有一段時間幾個月裏面咧，我係處理緊兩單裝修，會好猛，好多嘢令到你好猛。咁我自己又即係處理緊兩邊嘅時候，好多嘢好多問題出現咗，咁我自己就啊咁樣。咁我估係呢個原因咯，就所以會，因為我都諗唔到啲咩其他原因，係啊。咁但係唔係嚴重嘅，咁但係可能亦都解釋咗點解我以為自己肥咗啦，可能係其實唔係肥，可能係因為甲狀腺會影響你嗰個情緒啦，個會腫噶嘛。係。咁我估舊年可能係即係肥咗啲，就是，可能呢樣嘢都有啲影響。甲狀腺其實係你第一次發現自己有啲不舒服，是的，第一次，就是你肥的時候到現在減了，瘦了幾多磅？是的，6個星期瘦了13磅。他厲害一點，我就差不多用了半年時間瘦了25磅。是，但都很好的。其實如果可以時間容許，我覺得慢點減可能會健康一點。你賤啊，是很有用的，我覺得，即平時在家裡，你看他不出來。看他不出來，我真的初頭拎來，哇，怎麼這麼看得起？其實不一定這些，我想如果你家裡有些善得的東西，其實都可以，不要看笑他，因為其實這個我為什麼我自己會買呢，因為我做 personal training 那裡它有用的，很輕巧，又輕又薄，你去旅行又可以，因為其實都要 keep 住做，即是接下來譬如我去旅行我去10日的，那我就上不到 personal training， 那你其實如果停了10日不做你就會這樣的，所以這些就可以帶到夾裡面自己做，我教你一招，好，其實就可以 strengthen 令到你這裡強一點，因為它用多少力的，因為我是初級班，咁你跪喺地下，兩手一人一隻，一人一隻，係啦。咁如果正路咧，應該係啲人係做 planking， 即係成個人係咁樣。其實一咁樣嘅時候咧，你呢度已經要用力㗎啦。係啊，冇錯。咁如果係專業嗰啲好勁嗰啲咧，你就45度，每一隻手輪住45度出去，即係等於做一個 push up， 係跟住翻翻嚟，哇！跟住再呢隻出去，其實好攰㗎喎呢下嘢，係啦，係成個抽起曬，係啊，係啊，你要個人 feel 到啊，拉翻翻嚟嘅時候咧，你係。要靠個 core， 咁你當然越低就越難，但越低你用嘅力就越多咯。因為其實你個重心係擺咗呢度嘅。冇錯，其實有朋友教過我另外一個咧，就都係有啲似嘅，就喺個地下度隻手就咁即係咁樣撐住，就係好似掌上壓嗰個位置，但唔需要嘅，你就咁撐住喺度。係啦，咁其實咧你 feel 到咧手呢度啦，收呢度啦，呢度啦，係啦，都係好有用。女人最就忌就係呢啲啦。係。依啲啦，拜拜，一路同你拜拜嗰時就，係啊，拜拜。但佢有啲 exercise 可以做到你嗰度係 firm 咗嘅。你屋企如果冇啲一兩磅啞鈴仔咧，即係你輕嘅，總之係兩磅左右嘅嘢咧，因為太重嘅話，女仔會變咗手骨係尖毛，係咁樣揸住，即係咁樣自己揸住啦。嗰樣嘢一隻啞鈴就係咁樣樣喐嘅啫。哦，係，或者係咁樣喐嘅啫，你就完全 feel 到呢一個位係喺度喐緊。咁其實呢啲咧就唔需要大地方咯，即係如果屋企，譬如香港人，你知屋企唔係個個大噶嘛，咁即係細細間屋咧都可以做到咯。甲狀腺亢進咧，其實咧就好容易會見到有啲人會眼突啦、怕光啊，嗰個頸會比較腫起。咁呢一種咧，我哋中醫睇嘅成因咧，一般同個肝氣會唔好有關啦，通常同情緒關係比較大啲，例如長期處於精神壓力緊張啊，有啲鬱結啊、唔開心啊，生活可能要規律一啲，諗嘢要闊達一啲，咁同埋咧疏解肝氣。
比較好的食材，我們可以選一些玫瑰花或者花旗參，將這些來焗茶喝，都會有一定的緩解的。但你又幾時開始又話要食，即係又食冬蟲草一陣，又做呢樣又做嗰樣？通常啲人咧係自己衰咗，咁先至會去的起心肝做噶嘛。可能去到三十幾，其實會好明顯會我容易咗感冒啊，容易病啊，可能又做嘢又忙啲啦，又辛苦咯，即係個警號其實響緊。咁我自己就好明白一樣嘢，就係好多嘢你唔可以話出咗事你先去做。係，當然啦，你要早啲做，冇錯，去預防。咁其實冬蟲夏草其實係 recently 先開始嘅，因為真係開始。pick up 翻運動之後咧，有個 personal trainer， 咁就發覺第一堂一做咧，面青口唇白啦，想嘔啦，暈啦，跟住哇，我發覺自己你好似阿婆咁嘅，點解個身體係？佢都唔敢同我講，因為佢見到我面青口唇白，跟住講完我仲驚，咁就開始即係自己又喺度諗咯，哇！唔得啦，你要做啲嘢啦。係，咁佢又信中醫嘅，咁佢就 recommend 咗呢啲，即係好簡單嘅嘢。佢話其實係好貴，但係當你買翻去，其實食半年嘅。即係少少一袋仔，咁你感覺好似好少，但係你每日因為食一條，係啦，焗水，夜晚臨瞓前攞個嗰啲thermal flask 就抌落去，加啲熱滾水就閂咗蓋就擺喺度 overnight， 第二朝你咪起身整翻熱佢飲，食一定要食埋嗰條草。下一節我同單身嘅孫圈傾下佢點睇愛情同婚姻，仲有女人四十點樣睇生仔嘅問題咧。幾年前咧試過自己去滑雪嘅時候咧，就咬傷咗，因為嗰陣時玩 snowboard， 咁有個危險性就係因為塊板你跌嘅時候塊板唔會甩嘅，咁就夾硬就個腳膝頭我打側跌咧就夾硬屈咗去左邊，慢慢越嚟越嚴重，踎低嘅時候咧就越嚟越痛，咁就慢慢開始其實踎唔到隻左腳，開始真係發覺踎唔低啦，一踎低好痛，咁先至去睇，咁徹底永遠都係你一定要一整傷你盡快嚟睇，咁隔咗佢 actually 隔咗我諗四五個月啦，佢話好難，佢唔敢包一定好翻曬咯，咁 end up 就係因為有淤血積咗裏面，要拔罐用梅花針拔罐抽翻啲淤血出嚟，咁跟住就踎得翻，好神奇嘅。嗰次之後我就信咗針灸啦。曾經經歷過病患、意外受傷，孫圈更加注重健康。我覺得正常生活好緊要。本身自己會唔會話俾自己去玩啊？譬如我有班狗友嘅，我哋叫豬朋狗友，嗰班真係狗嘅朋友，個個都養狗嘅。咁我哋會聚嘅，係啊，係 regularly 聚一齊去放狗啊，一齊去一個人屋企食飯，帶埋曬啲狗啊，即係呢啲我哋玩得好開心。因為我覺得我哋嘅職業，我出街我冇乜自由，係，即係我見到我啲朋友，我好珍惜我見朋友嘅時間。係，就係舊年我自己有三個朋友走咗，係啦，講緊同我差唔多 age 嘅，或者大我少少嘅，咁 cancer 又有，其他糖尿病又有，變咗即係令你突然間會醒覺咯，即係你成日話香港人成日退休先啦，而家揾到錢揾啦揾啦，搏命做啦，唔好等嘅有啲嘢，即係平衡咯。錢揾唔曬嘅，都要適當時候放鬆，唔係一定要去飛去第二度使好多錢，但係你要去平衡咯。係啊，同埋 enjoy life， 因為真係你唔知聽日劈啪咁跌低咗，你唔醒噶咯，咁唔好等啊！孫圈由拍廣告開始加入娛樂圈20年，出道短短嘅時間已經做女主角，由少女做到熟女，有咩感覺？工作上，工作上有冇啲咩？仲有啲咩期望，或者有冇啲咩目標想達到，或者當年可能廿幾歲嘅時候啦，即係拍拖拍嗰個就最 steady 一個男朋友，拍咗6年，咁跟住佢都有提及過結婚。咁當時就係我嘅事業嘅高峰嚟嘅，一路上緊嘅。咁我自己就唔知點解我好大個問號，咁我就好簡單問咗自己一句説話：如果呢剎那你結咗婚，我知道如果我結咗婚嘅話咧，我就唔可以再做呢行，我就係要做。生小朋友，做太太，生小朋友，做媽咪噶啦，係講到明噶啦。咁我就問自己：你得唔得？你愿唔願意去做呢樣嘢？因為你點諗咧？咁我就好簡單，我諗喺度諗咗好耐，問自己：你會唔會後悔？如果你做咗呢一步，你會唔會後悔？你今日你嘅事業，你冇去到個 peak 咯？我答得自己好快，會。所以我就選擇咗事業。到呢一刻啦，我都冇後悔。咁而家就開始 ready 啦，可以。
即係工作可以放低啲啦，係啦，可以揾翻，係啦，拉翻。以前好明顯嘅事業係喺最係事業行頭添，我會話其他乜嘢都睇唔到㗎啦。咁而家就所有嘢拉翻，其實事業可能低咗添。花旦好難慢慢接受佢演終生咁，即係去到變咗人阿媽啊，去咗變咗即係已經唔再係以前嗰個花旦啦。其實你會唔會介意呢樣嘢啦？其實我自己 person 我唔係好介意，即係當然如果是合理的，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的樣子不是很媽咪，即不是像老那些媽咪，是變成可能是你生了一個可能幾個月大，戲裡面是講幾個月大或者一歲兩歲，我覺得 OK 的，我又覺得很正常。其實現在都很多後生的都會早生，是的，我女兒十五了，是的，那沒問題，沒人會估到嘛，是不是？那我覺得我自己接受 的， 是的，但是當然在另一個角度呢，就是譬如經理人角度，他的想法會不同的，嗯，即希望將你保鮮期長，都是啦，都係十八廿二咁樣，即係變咗，即係驚我咁係好正常一個諗法，因為始終即係 once 驚你一 start 咗做媽咪咧，你就一路就永遠變咗人阿媽啦。係啦，咁但係我自己個人，我覺得又 OK 嘅，咁即係試過一次好，我覺得好 ridiculous 嘅，就係揾一個我唔講邊個咯，一個演員係廿幾歲嘅做我個女咯，係咁。那次你有冇？但係因為佢係推咗，即係因為佢個樣係比佢真實年齡成熟，係。咁我個樣又比我真實，係啊。OK。咁我個樣比我真實年齡年輕，咁我哋覺得完全不合理，因為喺觀眾睇落去會唔舒服，咁我哋就推咗個 job， 即係呢個係唯一我會話係咯。即係其實你都唔係好介意話即係做阿媽，我都要合理咯，最緊要合理係啦。咁如果個劇情係講你，即係咁現實生活真係有呢啲故事噶嘛？十幾歲已經生咗個小朋友，係啊。即係如果劇情合理嘅，我都 OK 嘅。你 OK 嘅？我 OK， 我自己個女都十五歲，我成日都話我而家唔係我驚，我成日都話俾人聽我係唔大媽咁樣樣啦。但唔似嘛？有事嘅時候咧，好自然嘅，即係出事跌親啊各樣嘢，我第一個通常都會諗起一定係媽咪先嘅，因為係可能係慣咗，細個都會係嘅，有咩事就係媽咪照顧。是不是要打算啫？即係打算，梗唔係到時先打算。其實梗唔係即係而家開始打算，定如果萬一十年後仲係咁坐咗喺度嘅話，其實我廿年前已經開始打算了。其實我諗係媽細個，我好細，我諗我嗰陣時得十幾歲嘅啫，十松啲嘅啫。我媽咪已經係不斷同我哋講，因為佢哋後悔當年冇買冇置業。嗯。咁佢哋就好，我咁細個嘅時候，佢已經不斷咁樣灌輸俾我，你記住將來儲到錢要買物業，唔好炒股票，好危險買物業。媽咪爹哋就係冇買到，就好後悔啦。嗯，我佢不斷同我講嘅，灌輸咗。咁好得意，變咗我做嘢咧，當我開始儲錢咧，我就係好自然地就係 target 物業咯，即係我唔敢去炒股票，因為我唔識啦。第一，咁我又冇乜興趣去學咁樣，咁我 target 物業咯。咁變咗諗係咯，咁起碼你有啲嘢揸喺手，因為我覺得女人唔好靠男人啊。呢個年代，我覺得你有咁，當然佢肯照顧你 ，OK good。女人有自己有本事，即係有本事啦，自己可以照顧到自己啦。咁我覺得個男朋友都會 respect 你多啲啦。會嘅，會嘅，都係需要揾翻個盤嘅。其實盤唔係你要扯住佢嘛，即係你就算你結咗婚都唔係你不斷咁樣日日釘住黐住咁嘛，你都佢有佢嘅生活，佢有佢朋友，你有你生活，你有你個朋友，係啦，我覺得係要大家，即係要大家去，總之個目標係一樣，大家一齊去行咯。係呢樣嘢，希望大家嚇早日成功啊！好呢方面，有呢樣嘢我哋就會靚，係我哋就會好樣啲噶啦。其實不老我自己覺得冇可能會不老嘅。因為每個人都會老的，反而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即係我覺得老不緊要，最緊要健康和開心。最緊要我覺得做人是開心咯，呢樣嘢係比任何補品都緊要嘅，因為一個人開心、心情好，你自然個人就會吃得好、瞓得好，咁我覺得係一個循環咯，所以無時無刻都要記住開心。